如果我是背上身就會覺得很慘，但如果我不背上身，我就說其實他們都是世界上的人，他們沒有耶穌的時候他們會是這樣的。於是我的心裡面就不要將這件事背著。同埋我見病人的時候，我又留意一樣嘢，我成日都留意自己的感覺。我哋嗰陣時呢個軟木課程成日都要留意自己的感覺。我就發覺一樣嘢，嗰啲人十問九唔應咧，其實明知佢十問九唔應，但係個心嘅硬係有種唔舒服嘅。即係你要同個人傾偈，即係譬如有個人嚟教堂，佢真係乜嘢都唔講嘅，你係覺得好似好難同佢傾偈嘅。咁喺醫院咧，那個環境更加咧，佢哋係冇責任同你傾偈嘅，或者有啲人唔中意嘅。咁有啲佢都會同你講，但係佢硬係好慢好慢。咁我心咧就有啲又急，有啲又總之硬係有啲唔舒服感覺。咁我就同自己講啦，我話係嘅，同一個人咁樣講嘢咧，梗係佢哋又唔係好有心機，佢又病啦，佢又辛苦啦，自然冇乜心機同你講嘢。咁你又只係諗住祝福佢啦。咁我就會處理自己個內心嘅感覺。咁嗰陣時咧就唔即係就唔會孭住呢樣嘢重擔。咁啊，你其中一個人話俾我聽，翻工咧個老闆咧好多苛刻嘅要求。咁咧就有啊，總之做埋啲嘢咧，又埋怨嗱呢種情況咧，好慘嘅，即係好多苛刻嘅要求，又你做 overtime 又唔俾錢，又要叫你做係咁做到你死死下咁啊！即係如果咁嘅情況之下，你可唔可以平安咧？係難啊！如果你個工作環境好差咧，係難嘅。如果你工作環境好輕鬆嘅，梗係容易啦，係咪？個工作環境係困難，咁點咧？咁你同自己講啦。我現在是一個很困難的工作環境，我這個時候呢就讓我操練去愛神，去倚靠神，是很忙很忙很忙，但是呢我是神的力量，一進去洗手間讚美主耶穌，感謝主耶穌，就算做這些簡單的主耶穌，多謝你，你跟我一起給力量我，即是時時去這樣得力。當他說一些話傷害你的時候，什麼你這麼沒用的，這麼慢的，那你就說了，那你立刻哇受驚了，哎呀哎呀，他罵我，我做完這些他還罵我。但是你說他是一個不信耶穌，或者他是一個信耶穌不過他很軟弱的人，那我知道他有他的罪性，他有他的軟弱，他講的說話是神不喜歡的，是出於肉體的，他講的說話他自己要交帳的，我又不是想他落地獄，我求耶穌赦免他改變他，但是呢他的說話出於魔鬼，我不用拿了他的，記者的人家講的說話蠢材，你不用我不是蠢材啊，我不是啊，那你不需要辯駁的，他說你蠢材OK， 咁啊笑下咁就得噶啦。反而佢覺得好似咬你唔入喎，蠢材。嗯，你好啊，祝福你咁啊，即係你一樣對咁好嘅時候咧，佢覺得我最想自由。咩啲人百毒不侵嘅咧？即係鬧嘅佢都唔受影響，因為你唔會因為佢鬧完你係蠢材噶嘛，係咪？即係我都講，如果個黐線佬街度話蠢材，蠢材望住個個都。話蠢材，跟住行到你就是、蠢材，咁你真係我唔係蠢材啊！我考第一㗎，你冇搞錯，我考第一㗎。你話我係蠢材，你唔使講。如果你咁同佢講，你又真係蠢材啦。不過你係黐線佬，想同佢辯駁，你嘅心就放開懷抱，即係你就放開懷抱。其實我係俾我受過好多好多人嘅氣啊，但係我咧就唔係咕一聲吞咗喎，而係咧我化咗佢啊，將佢。化咗做煙啊！即係話佢嘅説話呢句係唔好嘅，佢都要向神交代。我咧只係話我喺神度得力。嗱呢種嘢唔係容易做，但係你可以慢慢做得到。咁我哋呢度講到有啲咩要對付，咩令到我哋重擔咧？內疚啦，千祈唔好話內疚。我有冇失敗咧？我有，但我一失敗我就係神啊！你幫我啦，神俾我再有，今日又開始過。不要內疚，不要成日留在內疚，內疚只是叫你悔改之罪就可以了，求耶穌赦免就可以了，求主赦免就扔下他，再控訴的時候這個就是魔鬼了，魔鬼是晝夜控訴弟兄的，不要晝夜被自己的罪控訴，求主赦免就全部扔下了，你覺得神不可愛，神是很好的，即這些要對付的，疏遠神這種是影響我們的，我們要放下這種習慣，覺得跟從神很重擔，這個是一個錯誤的思想，我們要放下，跟從神是最喜樂的，祈禱是最得力的，煩惱即祈禱，覺得自己沒用，這個又是神不喜歡，因為呢你覺得自己沒用，自然你有什麼事都失敗了，或者困難中不平安，猛整怒躁，如果你發覺怒躁了你就要處理了，如果你處理不到，我鼓勵你找我，因為我是經歷過很多煩惱，你看這個圖畫，上高的圖畫就是這個彼得跌落水的時候，在一個困難的情況之下耶穌幫他的，所以我們呢在困難中找耶穌，
我鼓勵你找我，因為點解咧？唔係我係萬能，我幫到你起步，你第日你識得處理你嘅問題。因為我係經歷過好多呢啲困難。點解有牧師咧？就係我經歷過，我可以帶領你哋咁啊。好啦，要培養乜嘢咧？信神好愛我哋，神啊可愛，呢個令到你得力噶。成日都相信神好愛我哋，信神照顧我哋，信神係叫我哋更加平安同輕省嘅。耶穌咧係叫你好平安輕省嘅，你唔係煩惱嘅，同埋處理情緒內疚同埋疏遠神呢啲問題。所有問題都處理，我求主幫你哋。有幾多個人你平日你覺得你從神係得到平安喜樂嘅？喺你平日日常生活之中，每日點都起碼有一次噶，覺得神咧，把神嘅平安就嚟到你身上。有幾多個有呢種嘅？起碼一日一次。咁我希望多啲人會得到喎。如果你一日都冇一次咧，你點可能得咧？如果你一日都冇食一次飯啊，你得唔得啊？咁你如果成日都冇喺神嗰度得力，係咪你咪冇乜力量啊？係咪啊？所以我咧係時時嘅，我一可以咧我就讚美主耶穌，感謝主，一起身就係感謝主耶穌噶。所以我咧成日都有力噶，成日都得力量。一有啲咩煩惱咧，我即刻就處理，整啲豆籠就抌曬佢出去出邊噶啦，全部都唔要嘅。所以求主幫助我哋嚇，我一齊